推马有力，在第二腾空阶段呢，才可以获得更大的高、更高的高度和更好的远度。同样也是难度很大的动作，前手翻、直体前空翻、转体是360度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，稍微有一点没有看清楚。540度。任何综合运动会都有自己的会徽、吉祥物和主题口号。这个动作的难。